宝宝又踢我了，我感觉我吸的这个氧舒服多了，感觉宫缩没有那么严重，感觉挺舒服的。每天都要来吸，明天还来吗？宝宝，明天来呀，只要舒服就天天来。吸到足月去哦。哦。还有7天要足月了，是吧？还有个星期。再坚持。足月的话，要生就给他生吧，反正就你管不了那么多。这个是基石，在煮基石。这几十个鸡坐月子吃的，天天都要煮，天天晚上都要煮，白天没空煮，只有晚上才有空煮。现在我每天都会去医院吸1个小时的氧，连着吸了有3、4天，临预产期还有24天那样吧，还有24天，但是离37周的足月就还有5天了，所以再坚持5天，我就37周足月了。离预产期的话，就是还有20多天啊，24天。昨天晚上我虽然吸了氧，但昨天晚上上了15次小厕，一夜都没睡，然后肚子有点胀胀的。今天我要去做一个那个胎心那个什么监测，宝宝的心率的那个啊，因为平时听胎心也是正常的，那个胎心监测。好久没做胎心监测了，有一个差不多1个月没做了，去做一个吧，有点不放心。这两天宝宝不怎么踢我，又不知道是里面的空间小了，他踢的少，还是说缺氧啊，还是什么原因？反正这两天不怎么踢，吸的氧也不怎么踢，没有那么活跃一样。待会去照一下吧。这白菜秧好嫩，这是农村撒的这种白菜秧。公公去批韭菜，他买回来。看到人家自己种的这种嫩，他就买回来，买了2把回来吃。你去医院吗？去啊，我得去做个胎心监测。不放心，妹妹这两天不怎么听我。你怎么不吃面面？那你自己吃啊？哦，好乖，都要自己吃了呀。你肚子还痛吗？我肚子不怎么痛啊，久不久有一点痛。他就是因为就老是有宫缩，有时候我就吸了几天的氧了。破了一个，生了一个，就想打个胎监是吧？打个胎监放心一点，他久不久有点宫缩。B 超什么时候做的？B 超我前几天做了一个，在这里做了。36周，我应该36周加二了吧？算了，这里就这样，不好写的。等一下。还有几天就37周了。想去哪里生啊？想去哪里生啊？现在看一下咯，这里那个不怎么挤，就看一下，到时也来这里也可以啊。这个怀的不大的话就可以啊。住院在3楼。然后现在胎监也是去。就去交费，就过来打就得了。来这里是吧？这旁边。好，进去就得了。20分钟。起来，不要抹地，那个地板好脏，有细菌。起来，爸爸去交钱了，等一下就过来了啊，好不好？在这里等一下爸爸，我们就可以做，妈妈就可以做胎监了啊，做个20分钟的胎监。糖醋乖乖宝贝开，不开，妈妈们回来，我就开。你今天要打针吗？不用打针，我就听一个20分钟的胎监，听妹妹的胎心率的。妈妈，你在这里过超市吗？你想去超市啊？超市等一下叫爸爸带你去了。妈妈很多地方都去不了了。现在8:10。
小宝穿鞋不要去摇医生的床，不用你放高，你不用你放，你不要去放高，穿起鞋鞋快点，叫爸爸进来抱你出去先嘛。是救病人的。现在这个结果还可以吧？这能代表现在这个时候。嗯，好。他的状态是很方便。嗯嗯，好。然后各个比变化这种观察好的。嗯嗯，每天都洗，我没得症状不用进洗。嗯，他筋有点宫缩，有时候。有宫缩，你吸氧有什么用啊？我之前有点宫缩，没足都没缩，吸点氧，他人也舒服点。哦，如果你讲憋气了，可以吸点氧，如果不是这种的话，你不用进吸氧的。哦。吸氧吸的真要再大大的。吸的大大的。嗯，吸氧吸多了，它都很大的。哦。你不舒服了你就吸一下，没得什么不舒服就不用吸啊。哦，好的。嗯，好。谢谢了不？没贫血，蛮好的，各项指标。好的。嗯。看到你脸色好像。有点轻啊。有点轻，可能我昨天晚上一夜没睡，我上了十几次校车。哎呦。竟有尿频，然后昨天晚上肚子又竟有点硬胀胀胀。可能有点想吃某。嗯，有点硬胀胀。好不好玩，小宝？玩一下就回去了啊！妈妈喷过去了。哟，你又把这个车子排得好好的，一排一排。哟，这果冻也能排起来。把果冻放到这个箱子里面。哎呦，又排起又装起，累不累啊？不累的。嗯，不累的。你这么会说，累你也说不累。这车子每一天都是这样子来排起来，干嘛嘞？快点，等我全部拿走了不？我都不卖的。你果冻卖不卖了？我果冻不卖的。那给一个给我吃喽，快点。哟，狗狗子，一个都不给。卖果冻了。多少钱一个？3块钱一个。来，我要一个。也不轮喂的。滑进去好香，哇，好爽的。这个干子还挺好吃，挺甜的。好甜。你这个吊机这么大一辆车吊不坏啊？是谁买了吊机了？吃饭了，今天晚上煮了两个青菜，还有一个，这个是空心菜，放了点青椒炒好香，放了点蒜米，这个是小白菜秧苗，这个是猪肝，这个排骨汤，买了点那个淮山，忘记放进去了，就是这样吃了，荤素搭配，有青菜，有这个猪肝，我最喜欢了。每一餐我都要吃青菜，不吃青菜我都吃不下饭。哎呦，真是下不起。你吃不吃饭？
你不吃饭，我们吃喽。我们一个不等你了，我们吃饭了。我们不等了。我放走，那真是这些鸭，鸭鸭的不？这青菜还是青菜好吃，吃吃。吃完了，还剩一点这个排骨汤了，什么都吃完了，青菜吃完了，青菜。弄点这个钙片水给小宝喝，要弄成水喂他，要要求他吃他才吃。这个奶片水过来，来吃这个钙片水就长高高，医生开的钙片。好大的钩子，你看过来，爸爸帮你做了个好大的钩子过来，你看这个钩子大够不够大？这个球鸭子哦，够不够大？这个小的给我擦擦。小的弄开。想要小的就用小的呗，不想要小就用大的，两个都可以用。对，两个一起用。两个都可以，随便你用哪一个。耶。又生气了耶。他只要一锅哦。我不要锅。我要给你重一点哦。嗯。过来给妈妈看一下这个钩子做的好不好，拿过来我看一下，给我。看一下爸爸帮你做的钩子，哟，真的好大这个钩子！你看爸爸，哟，他真会做了呀。爸爸你，爸爸帮你做的这个大钩子喜不喜欢？喜欢就得了。现在的话是一天比一天吃力了。今天医生也说，我们就在这死了，这肚子。现在说是女儿，有些说是女儿。晚上，昨天晚上上厕所上十几次，还有五天足月，然后每月产期还有24天。这一次我的手脚没肿，可能脸这种地方有点浮肿，但是我怎么感觉我有一点湿。憔悴，有点瘦了一样，可能是这段时间肚子天天宫缩有点影响吧。反正精神状态不是很好，能坚持一天是一天吧。还有五天就37周了，也马上要进入下个月了。好，视频就分享到这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爸爸也拜拜。飞吻一个。这样飞飞的，拿个提，拿个不锈钢锅来床上干嘛？拿装玩具啊？